歌匆匆，行人匆匆，祭奠年年，情意绵绵，祝福浅浅，牵挂深深。朋友们，清明节快乐，祝你万事顺意，财源广进。回来。飞舞点心。老耿，问你点感情方面的问题呗。问吧，感情方面我可是专家。我最近喜欢上一个女孩，你说我挑什么日子跟她表白呀？那用问呢，愚人节呗。为啥呀？愚人节表白的话，就算女孩不同意，她也不能尴尬呀。你就说你开玩笑的。哎呀，没毛病，你不愧是老司机。那说啥了？不对，愚人节这都过去了，我也不能等到明年呢。嗯，也是啊。哎，要不过两天清明节表白吧？为啥呀？多吓人呢。女孩吧，要是不同意，我还是不尴尬，我就说我鬼上身了。护士，麻烦给我拿盒安全套，黑色的。先生，带色彩的不是更有情趣吗？哎，领导去世了，我去安慰一下嫂子，黑色的显得比较庄重。宝贝儿啊，买这些纸钱干啥？这不清明节了吗？给我爹妈送点钱。但你这买的也太多了，哪有像你这么烧纸的，多浪费钱呢。你个老瘪犊子，啥也不明白，现在物价多高啊，那边不也得涨价吗？站住，你们是何方妖孽？大圣不要伤害俺们，俺们是神仙。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呢？我是土豆。我是茄子。我是辣椒。我们是地三鲜。去你们妈的。阿库奇亚妈拉皮亚扣皮嘎，地狱的魔鬼，我召唤你。哎，咋没召唤出来呢？现在召唤师都烂大街了，魔鬼每天手头的信息太多了，肯定没看着。要不你艾他一下试试呢？是吗？那我试试啊。阿库奇亚玛拉皮亚科比嘎，地狱的魔鬼，我艾他你。干哈？哎呀，这招太灵了。那你看看。关注东北花泽类，从此时间都荒废。想看更多有趣好玩的视频，关注腾讯搞笑吧。